骑马，击剑，风帆冲浪，乒乓球，骑自行车，秋千，滑梯，跷跷板，沙坑，转盘，拖把，水桶，垃圾箱，扫帚，火炉，推土机，拖拉机，消防车，救护车，警车。大象站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一个小男孩背着一座房子，他躲在箱子里，他拿着一个大杯子，爸爸在办公室里打保龄球。好极了。